师父，请让我们为您做点什么。师父是最伟大的人，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名师难遇。因为几世的佛缘和累世的福德，在茫茫人海之中，我们终于遇到了师父。法会上的我们，为什么双眼都饱含着热泪？只因为历尽千辛万苦，跋涉过千山万水，我们终于在此时找到了人生的归宿，找到了心灵的皈依。六道辗转的轮回，生生世世的追求，我们终于在这里明白了人生的真谛，迎来了开悟的光明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名师难遇今已遇。从命运到运命，从自度到度人，摆脱了镜花水月般的生活，放下了虚幻泡沫般的名利，借假修真，文思修慧，转凡成圣。师父传下了宇宙人生的究竟真理，终于让我们彻悟了这苦空无常的人生。繁花落尽，终付诸流水，喧嚣过后，终归于平宁。有什么能够比心境的和煦更悠然？有什么能够比处世的洒脱更豁朗？有什么能够比人生的归处更重要？佛法让这千般的苦，万般的难，从此如履平地，如浮清风。为什么我们的双眼饱含热泪？因为迷途流浪了千年的我们，今天终于找到了指路的名师，激情满怀的心里，满是喜，满是乐，满是愉，满是悦。从此，我们有望脱离苦海，消除业障，我们登上了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掌舵的法船，光明的彼岸就在眼前。师父是最爱我们的人。人生难得，但是人生多劫，人生多难。佛在心中，法在行中，僧在戒中。师父传授的人间佛法，一灯能破千年暗，从此改变了我们悲苦烦扰的人生定局。是谁让不可逆的耳聋恢复了听力？是谁让绝望的绝症病人重获新生？是谁让全家人在车祸中保全了平安？是谁让多年的癫痫少年不治而愈？是谁让迷途的青年洗心革面？是谁让致残了60年的老人脱离愚钝？脑瘫的孩子居然站了起来，瘫痪了的老妈妈竟然也站了起来，二楼摔下头部着地的女孩不可思议地活了过来，智障10多年的女孩现场讲话满脸笑容，被判定寿命只有3个月的血癌患者20天就痊愈康复。是谁创造了这如此之多的医学奇迹？是谁造就了这层出不穷的神奇之事？师父，是您让我们亲眼见证了佛光普照，佛法无边。念经、许愿、放生，三大法宝腾空出世，犹如凤鸣岐山，步步白化佛法，摆放在佛子床边，浸润着佛子心田，修除了无名习气，
改变了行为习惯。浩瀚的大藏经典圆融成朴素的白话，生动的文章，将深的佛法佛理融入到精彩的故事，幽默的语言。师父殷殷切切的教诲，引导我们明白了做人的准则。师父没日没夜的辛劳，引导我们找到了心灵的钥匙。师父牵着我们的双手，引导我们走在了回家的路上。从此，上千万佛子的命运就此改变，在新的人生航道上开始了新的起航。千条溪水终将融汇入大海，千条道路聚焦成一个方向。上千万佛子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志向，同登极乐，共攀四圣。我们一定要回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身旁。师父是最苦最累的人，师父也是肉身，也要担因果。即使成愿而来的菩萨，也要历经劫难，受苦受难。更何况师父为我们上千万的佛子背负的业障，重达千钧，累积成山。这份因果，谁能来替师父扛？师父，您不眠不休，只为多多救人，就此脱离苦海。您日渐消瘦，只为一心弘扬佛法，鞠躬尽瘁。您苦口婆心，只为更多的人登临菩萨法船。您默默垂泪，只为不开悟之人而心急如焚。您把慈悲如甘霖甘露洒遍五洲大地，您把大爱无疆无私奉献给芸芸众生。我只要活一天，就救你们一天。您闻声救苦的誓愿，震惊了这苍天大地，没有丝毫畏惧，全心只为别人。您悲天悯人的情怀，充盈了这宇宙空间，超越时空的阻隔，超越地狱的界限。师父的弘法声音遍布陆地海洋，天天救苦救难，夜以继日，万里奔行，超越时差的阻隔，超越季节的反差。师父的弘法足迹遍布五洲四海，不惧天高路远。您的声哑了，那是因为为众生讲法耗费元气，但总是一往无前。您的发白了，那是因为对众生倾注了太多的疼惜、怜悯和挂念。您的脸瘦了，那是因为为众生弘法而忘记了自己的一餐一饭。您的腰弯了，那是因为替众生背负了太多的业债、过错和苦难。师父说，师父是一个最爱你们的人，但你们有残缺，你们心中残缺，身体残缺，精神残缺，或者对自己的师父有点不满意、不满足，所有这一切，师父全部都要包容，因为师父像父亲一样爱着你们。你们不要去想的很多，师父永远不会怪你们、恨你们，因为这就是像父亲一样的师父。希望你们真的要好好学。师父哪怕把自己的嗓子讲哑了，哪怕付出再多，师父也心甘情愿。
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师父，最爱我们的师父，最苦最累的师父。师父也教导我们，如果一个人做不到孝顺父母，甚至伤害父母，那么无论他在外面做多少善事功德，都难以堵住不孝父母的漏洞，因为积福没有折福快。同样，恩师是不是我们的再生父母？知恩的话语说不完，感恩的心情道不尽，报恩的意念永不断。上千万的佛子们，此时此刻面对疲累的师父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尽自己的一颗孝心？我们是不是应该现在就为师父多做点什么？师父，我们过去为您做的太少，但是如果上千万名佛子同时行动起来，哪怕每人为师父每天念诵七遍大悲咒，哪怕每人为师父每月放生十条鱼，哪怕每人为师父每月念诵三张经文组合小房子，涓涓细流汇成河海，终将也会凝聚成为师父减业减债的宏大力量。弟子们，佛子们，在师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，请让我们多多为师父尽一份孝心。修心得道，不管千难万险，离不开一个诚字和一个恒字。我们只有一位师父，我们需要师父常驻人间，时时引导，我们需要常聆师父法音，延续慧命。感念师恩，珍惜佛缘。观世音菩萨在上，请您观看弟子们、佛子们的实际行动。一花独放不是春，百花齐放春满园。菩萨，师父啊，为您分忧解愁，分挑重担，我们一定要做好您的千手千眼。